香港寸土寸金，有多少人会想要把土地用来农耕呢？不过还真的有一批农民从外国引进品质优良的西瓜，花心思的种植有机西瓜，更在一年一度的香港有机西瓜节向港民推介本土有机优质西瓜，据说市场的反应还相当的不错。这一个是元朗锦田的有机西瓜农场之一，种植的西瓜品种包括澳洲品种黑美人、椭圆形的日本品种哈密西瓜等。农场场主陈志祥仔细观察自己的西瓜，以确定哪一些可以采摘，拿去2019年香港有机西瓜节卖。他说，种植西瓜很简单，只要搭起遮雨棚，控制雨水量，就能种西瓜了。他对香港本土的有机西瓜评价极高。香港的西瓜呢，其实本地种的西瓜呢，一切开呢，其实成间屋都有个西瓜味的。咁你如果咧喺街賣啊、超市買嗰啲西瓜，靚嘅西瓜咧，你切開咧個味道一定唔夠本地個西瓜嗰個香味，因為即係我個人睇法咧，本地啲西瓜甜度咧，佢唔會輸俾你其他地方咯。即係如果你大家有機種植計數啊，香港啲西瓜係絕對唔會輸俾你任何高級西瓜。陈志祥是卖西瓜的，老陈卖瓜会不会自卖自夸呢？来西瓜节买有机西瓜的顾客应该最有资格回答。起码就食落去时候咧，我觉得个西瓜系好新鲜啦，同埋咧佢系真西瓜咯。因为我记得细个时候食西瓜嘅时候，西瓜有核噶啦，同埋好多水分啦，同埋系有种甜味啦，但系唔系好甜啦。变咗咧，而家啲好多喺外卖西瓜咧，佢冇核啦。唔夠甜得好厲害啦，咁我覺得咧食翻我家嚟嘅西瓜，其實係回翻我以前中意嘅西瓜咯。有機食物在價格方面不便宜，但勝在味道更好，而且食品安全問題的風險很低，深受負擔得起的消費人歡迎，農產品商家當然更樂意多賣了。有啲食物咁當然安全啦，咁樣你冇化肥冇農藥，咁你都會健康啲啦。咁好多客人都會翻翻嚟再買嘅，係啊。今日都會見到啲客人都全部都有啲係，都係啲啊，再嚟上個禮拜買完之後，今個禮拜再嚟買嘅。在四季分明的地區，西瓜熱賣的情況和現在炎熱的夏天一拍即合，沙沙爽口的西瓜肉，流溢的果汁解熱消暑，要是冰鎮的話，簡直清涼疲憊。难怪西瓜，尤其是有机西瓜，总能够瓜分夏季水果市场。马金社新闻台综合报道。